你在这儿，然后停下来以后，哇，迈巴赫，送你一辆，多大事儿啊！送我一辆，啊，带到你到了导演说送我一辆奔驰的迈巴赫，现实中的190万的那台。行，把下一个合同接着就签了吧，下一个合同一块签了就行。哇。人家日本人打电话就是摩西摩西。来，从你拿电话开始啊，摩西摩西啊。好，来，从那第二个开始。好了，中川先生，你看一眼，有那样演的是个日本人。对。来，开始。怎么了？啊，来，下一个啊！来，落。然后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怎么回事？好烦呀！老师，老师把我们逗笑以后，他自己又不笑了，真好烦啊！来。啊！我告诉你，治这个的办法就是想着，马上我们还笑，就不笑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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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，走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是中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小导有消息，咱们要开。回去自己乐去，你也不乐了是吧？没有，就得要看。哎，还预备开始才乐。没有。刚刚中川先生说，想着笑了就不会笑了，我还是很想笑，所以我只能屏住我的呼吸。他跟干了。来，靠歌了，压声。来，靠歌了。靠吧。他们实在忍不住，抽自己嘴巴，抽半天还是笑。他跟大爷演一场，这大爷都不高兴了。大爷的词儿啊，我熬不过那几句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什么长得犄角的牛不可怕，不长犄角的牛反而更可怕呀！让那麦巴赫过来了。好嘞，辛苦了，我也没了，辛苦了。你什么没了？辛苦了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月亮好圆啊！今天月亮很圆。现在我没活着啊，你跟你家里和你姊在一起。